啊，捡这个绳儿，八块钱，三斤九，来一份阿姨。啊，一盆没多钱，先瞅着便宜，这个好吃，你上秤看看啊，24.2，12斤。 一个大螃蟹，直接不用钱。来，新鲜后背大口白，来12块钱一斤的，来，给我吃着的，来，就这一点。就这些啊？9块8。这天还小点，10块钱刚好10块钱。你再嘎嘎好，坏的你不要糟这段事儿，这是擦擦，这不是烂的，阿姨。 十块钱，10块钱。坏就不要了，坏就拿着就完事儿了呗。我拿吃的就完事儿了啊！来草莓，草莓，草莓。行，就这些啊。行。来草莓12块钱一斤，大草莓带那个大牛角。你自己不让你装，阿姨，来，有坏的地方你就拿。我昨天那15个，就昨天剩的。我昨天。 昨天下雨了，这不下雨，这点玩意儿就卖没了，就昨天剩的，要不然我都不值本儿。这都是卖个价，我都不挣钱。就咱去了损耗，咱去了糟心面，你这不是损耗，我能挣多钱？昨天损耗这个吃的，这吃的，这吃的就完了，这吃的就完了。小鬼，你死了。 有，还有，不接啊，还咋的？你在这儿的钱，12块钱一斤。这走事正常来讲看不着这么大个草莓。正常你看看，来草莓。 山东大角角，啊，真甜呐！你看14.2，够14块钱。草莓姐，来点草莓吗？咱买没有了，真甜呐！哎，真甜呐，来，嘎嘎甜，啊，就是甜。找你6块钱。 健康点啊！啊，真甜的，来，大哥，吃草莓了，吓着我，真甜的啊！你吓着我，你知道吗？大叔，往这儿看，这是我刚才挑出坏的，在这儿扔着呢啊！昨天剩的草莓，这不是昨天剩，昨天我白天卖15的，来这口，自己挑，10块钱一斤，来草莓，前所未有的价。 10块钱，小伙子，就让那家吃草莓，吃最好的，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草莓来，10块钱一斤，10块钱，10块钱一斤，大叔，你放心，我装盒里的你就随便拿，你看我地下，大叔，烂的全在这儿呢，一个烂的没有，你放心吧，来这边，10块钱，10块钱。 20块钱，20块钱，20块钱。嗯，你能吃吗？我能吃，你看我含嗓子哑了，我就学不行。啊，那是最后一个呢。你这在这干啥呀，阿姨？发单子。含一盒嗓子含哑。一天给多少钱的发单子？30，几个小时？俩半小时。俩半小时。啊。行，阿姨，10块钱一斤。 小伙子就想要钱，卖完货咱就回家了。吃草莓，吃草莓，10块钱一斤，白天卖15的，10块钱。啊？写个牌写3块。啊。你早前他卖2块一把，剩个5、6把了吧？他写个牌3块钱一把，处理了2块，这帮人就下手就抢。明白没有？啊啊，我明白啥意思了。那
先写着两块啊，等剩不点了吧，写三块，处理了两块了啊，这边就开抢，就抢，实际是原来就卖两块，套路太深了，套路深吧，今天没来，这小子会点啥呀都。朋友们大家好，咱俩大放李总是甩草莓来了啊，12块钱不咋合适，10块钱我看也够呛了啊，这枣汁现在卖点货真费劲呢，这枣汁啊跟去年比差太多了，去年咱都在这块卖春饼，人也不至于这么少啊，这是真没人啊，啊10块钱一斤呢，那能吗，这多少钱你说，我到家都得喝10块0.5毛，那就12块钱十二块钱行行吗，19.1块钱、啊、19.1块给我19，来十块钱一斤，着急回家，10块钱一斤，18.3给我18，来10块钱一斤，给我吃草莓，10块钱一斤，来大哥最好的，来10块钱一斤，10块钱，来六十，来10块钱一斤，10块钱一斤，老大，10块钱一斤，大哥10块钱一斤草莓，10块钱一斤，老大，来10块钱，老大，来这个呀，14.6块，啥呀？我看他带绿籽了，你不知道，不带绿籽的真不好吃的。但是草莓好，丹东99。15不卖，12咱今天也不卖，今天咱卖多少钱，上下一样，10块钱一斤，20块钱正好，袋子都交出来，看看15不卖，20块钱，12咱也不卖，今天这么大个的草莓，10块钱一斤，你看行不行？终于收到大百灵了，大红叶，到手，倾尽所有，10块钱一斤，白天卖15的，10块钱一斤，就这几盒了，阿姨拿吧。来10块钱一斤，10块钱一斤了，来，我白天卖15的草莓。我这昨天剩的，你就拿吃去吧，合适，19.1给我19块钱，行吗？10块钱一斤，底下我没看着，我再给你加一个，那上下一样的吧，收你19块钱，就这三盒了，大叔拿不拿？底下没看着，一样的玩意，我挨排捡的都，10块钱一斤，就这两盒，你要去拿？烂了这个啊！哎呀，你这扒了一遍，我就更没法整了，阿姨，这玩意草莓就怕扒了。19.5了，你再整。你看，你看，今天19块钱，甩了得了，赔钱甩。净手了，朋友们啊，这是234现金，微信收了100多块钱。昨天卖到最后，昨天咱是880块钱的本，最后是差80块钱出本。今天卖了300多块钱。这两天挣了200多块钱啊，没招啊，昨天要是不下雨的情况下咱能多挣点，最后草莓我8块钱一斤我都卖了，我都甩了，不甩不行了，烂的全挑出来，最后8块钱一斤，最开始12、10块、8块我都卖了，我就没合计明白，朋友们，我这荔枝卖15块钱一斤，我是10块钱是进的，怎么我就没看着钱呢？这荔枝就剩两盒，我拿加一盒荔枝，拿加一盒草莓，怎么我就挣那点钱呢？哎呀，卖水果这玩意损耗太大，你看草莓8.5块来的，我卖15，昨天卖15卖了能有几板啊？昨天后来在那个晚上的时候也卖12了吧，卖12，这都没看着钱，这玩意损耗太大。没少烂呢，这真没少烂呢，一板草莓就得有7、8个、8、9个坏的，你算算吧，这扔多些。
七八个八九个草莓多钱呢。哎，上龙园进货去。礼拜一买卖西，今天不行少整点。拜拜，朋友们，拜拜。